我们想通过层层选拔，在公招的32名城管执法人员中，共有18名优质成功入选，他们学历高，年纪轻，思维活跃，工作有激情。我们顺势组建了仪陇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优质中队，实践证明，优城管执法人员在工作中增加了很多柔性执法的成分。如果我们的男性执法队员一到，就组起了一支刚柔相济的城管队伍，对加强城市管理，解决执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，起到了很好的调和作用。这个车是哪个的？哎，摩托车是哪个的？请停到停车位上面。哪里写了个停车牌子啊？我觉得城市管理工作是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工作，我非常的热爱这个工作，然后我也会尽力做好。虽然日常的巡逻看上去很简单，但是我觉得特别考验一个人和一个团队。脸皮薄，然后胆子小，然后不会沟通，其实都不行。最后，我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我们女子中队的努力，塑造文明的城管执法形象。我们站到里面坐一点可不可以？里面的女儿温柔活跃，人家我们女儿是一样，喊我们站我们肯定站。好，我们帮你起了。我站。好，我站。好，我来站。我把这个背给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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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